因为客家展举文化季、龙潭桂乡文化节，今明日的桃园市龙潭太比同的南天宫的庙平方来举行的龙山开工典礼、开喜福典礼。好比作为地方代表时，也从爬龙山比赛去合作视频台接近其中一个拜托，汉江一脉经验也比前期的严肃，家庭的接近的历史文化内涵，未发用的才体验客家文化。好比非作为地院的桃园市总参文参同龙潭披风人士共合比龙山开工典礼，甚至每球比赛平安准时，每台表一百年按级为嘅爬龙山比赛为元首传承。你客家种诶，那你龙潭是个非常重要嘅传统哈，啊，那客家语言片呢，一定会继续嘅哈。来继续来支持。我想了，迄一只传统诶吼，一个文化啦吼，安尼含迄要配合，莫讲吼，都安尼代表你又莫参加落去吼，就知道真打爽。桃园市总参文参咪讲，龙潭爬龙山比赛，庆祝迄天1915年来办，虽然年是太悲痛，当地嘅改错，不过也好100年的运通比赛，迄当球彩梯下加总体赛通过公共点，还系会走上来办。这个龙潭大池的改造，那已经宣布说要以。这个2年为期哦，把景观工程完成；3年为期把水质改善完成。所以我想，百年传统不能中断，所以还是持续哦在这里举行我们的龙舟大赛。桃园市客家局表示，龙潭桂乡文化节除了有精彩的爬龙船比赛，内地发通含包含的历史文化巡礼、乡土文化再建教育，随从高端的死亡人马比赛，同客家式的表演，一百行结合的燕飞战役的精神，家庭们接近的历史文化内涵，完整的呈现出客家族的团结精神。客家新闻罗文泰同业报道。